成功的往前迈进了一步。真的非常谢谢每一个给我投票的你们，你们真的太可爱了。我愿意把我的青春分享给 SH 48的，谢谢大家。我希望明年的总选举，我的票数可以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。我相信汗水是不会背叛自己的，就算再微弱的月光也会变成不平凡的光芒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，我明年我会继续努力的，也希望大家支持 SH 的其他成员，希望明年可以获得比今年有更好的成绩，谢谢大家。和我一起奋斗了那么久，奋斗了三年的粉丝，明年我们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我曾经说，希望你们成为我的底气，那接下来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去成为你们的底气，去成为大家的底气。我想背负起我身上该背负的责任，然后带领 Team Two 一直走下去。每个普通人的心里都可以拥有梦想，不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妥协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想让我的黄飞，不是，是我的黄战队看清楚我，看清楚我站在这个位置，站在御三家这个位置，很自信，很闪耀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虽然这次没有拿到第一名，但是之后我也不会放弃这个梦想，我的目标还是偶像的顶点。两年了，两年的等待和努力，我们做到了。现场说的还是谢谢，非常非常非常谢谢我的粉丝，也希望你们能够陪伴我一起走向新的高度，谢谢。